歡迎收睇 MCDN 教屈機嘅時間啦。嗱，呢條題目咧一定要背到條公式，背唔到咧即係玩完噶啦。R 咧就 Hong Kong Fire，H 次加 K 二次減 F， 咁就係其實 R 二次嚟嘅。咁而家你因為揾個圓面積啦，其實所以就係 pi R 二次。咁你計到個 R 二次咧，你代翻入去咧，咁你可以就做到個圓面積啦。咁 H 同 K 係咩嚟咧？嗱 ，H 咧就係咧呢一個數嘅除負二。12除負 2，K 呢就是負8這個數除負 2， 那就很容易了。那這個呢就是個 F 來的，就9。那所以呢這一度呢就是負6二次，那就是36。這度呢就是4的二次，就是16。那36加16再加減9呢就應該是多少呢？52減9就應該是43嚟嘅，所以答案就是 B boy。